次去这医院的路上。Hello， 要不要玩这个？就有拍点东西，所以我就化了一个妆，然后呢 ，baby henna 刚睡醒，应该很笑。哎呀，刚睡醒，刚睡醒啊，不乐不乐，害羞，害羞啊，来宝宝，怎样？你今天打针痛不痛？痛吗？什么表情？痛不痛？他会翻身了，大家三个月多，然后今天我们跟那个 doctor 讲的时候，那个 doctor 也是很惊讶，就是他觉得哇，怎么这么快就可以翻身啊？等一下表演一个给大家看好不好？等一下我要帮他洗澡。呜、哦、呜，哎呀，没有立法的。哎，来，哎，等翻。喂，哎呀，哎。一二，哎呦，没有力啊，刚睡醒啊，可以，耶，厉害哦，呜。这是什么呀？开心吗？啊、喝奶露、嗯。这是什么呀？Bone 是不是他快要蛀牙齿了？他最近很多口水，然后很喜欢咬东西。所以我就买了很多这种 teeter 给他咬。哎呀！其实 Hannah 的鼻子，我觉得是有遗传到我。除了大之外呢，她很容易鼻子敏感，所以我自己还蛮注重就是家里的空气这样的东西。所以我最近都是一直在做断舍离，就是尽量不要在家里放太多东西，就是尽量让空气流通一点。好了，刚刚呢跟 Hannah 玩了一下子，她现在又睡回去了。她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累，可是三个月多的宝宝都是这样子的，吃啊，然后就玩，然后再睡觉，然后再起来再吃，然后再玩再睡觉，就是一直这样子无限的循环。然后现在疫情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嘛，就我感觉到其实就是那个病毒一直都是在我们身边的，就它没有消失过。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是对他们不太好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外面看更多的东西。就好像 Hannah 这样，她出世到现在就只是在我家，在我妈妈家，就是在这两个地方，不然最远就是去到医院而已，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，就偶尔带她去我家楼下的那个小公园，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才敢带她去。
就是空气的素质，其实我自己还蛮在意的。所以呢，我最近就有去做一些 research， 就是 about 那个空气净化器。所以呢，之前我就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过滤的比较好的一个空气净化器。然后呢，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找到了这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空气净化器，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。然后这一台空气净化器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帮我们过滤掉 COVID-19 的病毒，还有 Delta 的变体，就是我身为妈妈一直最担心的东西。然后有了它之后呢，我就放心很多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就有特意拍了一支影片跟大家详细的做分享。那我有多喜欢这一台空气净化器，跟它有多好用，它的方式是什么呢？那接下来的影片大家就要继续看下去咯。自从有了宝宝之后呢，我非常的注重就是空气的环境，因为 Hannah 呢，她就是从小就很容易鼻子塞啊，流鼻涕啊，然后每次睡觉的时候就一直擦鼻子，一直都睡不好。后来呢，就是我有带她去看医生啊，然后医生呢就有讲说她是一个鼻子很容易敏感的宝宝，就完完全全跟我一样，我觉得就是遗传。那身为妈妈的我呢，就除了不能让它冷到之外啦，空气素质呢也是我非常注重的。尤其是现在我还在住 condo， 空间很小，可是我们的东西又很多，所以就一直觉得空气都不怎么流通。尤其现在呢，疫情病毒都还没有完全消失啦，所以呢，消毒抗菌对我家人还有宝宝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最近呢就入手了这一台空气净化器，这一个呢就是 SK Magic 的 All Clean Virus Feed。它呢是一款技术先进的空气净化器，可以帮我们去除常见的空气污染物，就除了可以帮我们去除灰尘还有有害气体之外呢，还可以去除 99.99% 的霉菌、细菌和病毒，包括 COVID-19 的病毒和 Delta 变体。 All Clean Virus Feed 成为韩国第一台获得 USFDA 注册的空气净化器。它是八重的多合一过滤，可以去除大面积灰尘，以及可以过滤难闻的气味、烟雾污染物、超细粉尘、细菌、霉菌还有病毒。而且呢，它还拥有经过测试的铜纤维超细粉尘过滤器，可以消除 99.99% 的 COVID-19 还有 Delta。 有害细菌和有害物质呢都可以被过滤，比如说灰尘、霉菌、细菌、超细粉尘还有宠物毛。同时呢，通过 UV Arc Core 灭菌系统对空气中的细菌还有病毒进行灭菌，配备 UV Arc Core 紫外线杀菌功能，释放 Active Oxygen 在空气中，消除空气中的细菌还有病毒，360度全方位净化和过滤来自各个方向的污染空气，包括地板吸力，覆盖范围是66平方米。通风口和风扇呢是可以拆卸还有清洗的，不像我们传统的空气净化器呢，风扇和通风口呢是不能够拆卸还有清洗，导致空气净化器呢会释放出一些肮脏的空气。你们看，每一次清洗完呢都像新的一样，拆卸呢也不难，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辅助工具，就算是我自己一个人呢也是可以搞定的哦。而且呢，它也非常的环保，是由58%环保再生塑料制成的。接下来呢，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实验，那我就会利用这一个气球呢来跟大家做一个示范的。好啦，那我手上呢就是准备好的一颗气球，然后呢我们就要来测试一下这个空气净化器。好，我现在呢就要把这个气球放到空气净化器上。哇哦！那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气球在这个空气净化器上呢，风力是非常的强的。哇，它真的是只在一个地方转哎。呜！在这个疫情下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保护自己，给自己和身边的家人最好的，因为健康呢真的来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大家对这款产品 SK Magic 的 All Clean Virus Feed 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资讯栏里面的连接哦，快来和我一起保护你的家人，免受 COVID-19 的侵害吧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。